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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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愿解如来真实义。昨天讲到认识不精进的因，造成我们不精进的因是懒惰、懈怠，那么要对治这个懒惰、懈怠，消除这种不精进的因，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升起精进的心。那昨天呢，讲到了吉天菩萨告诉我们需要通过就是思维死的苦，思维三恶道的苦，尤其是思维地狱的痛苦，通过这样的一种思维引发我们的精进的心。那今天呢，接下来要说的是就是吉天菩萨有进一步的告诉我们，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就是要精进。那我们看这个题目呢，这个题目是寸莫换意，就不要换意。那么这里我们看第十四个颂：依此人生法，能渡大苦海。此法难复得，愚者无贪眠。这个吉天菩萨呢，在这里这个为我们提出了一个精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由。这个重要的理由呢，就是我们能够得到这个人生，这是对我们生命每一个生命来说，这是一次非常难得的机会，是一次难得的机遇。这个机会呢，它是能够帮助我们，就是摆脱轮回的痛苦，可以帮助我们这个走上生命的觉醒之道了，这样的一次重要的一次修行的机会，也就是我们真正可以改变自己命运的一次机会。那我们得到这个机会的，我们需要好好的使用它。如果我们不能够很好的使用它的话呢，那我们可能很快就会失去这个机会。
一旦失去这个机会，那我们就会这个长期的在这个无尽的轮回中流转，甚至在这个会陷入到三恶道里边去。所以这样的一个机会是非常的难得，所以这是我们要精进。所谓精进呢，那就是要有效的使用这样的一次难得的机遇，有效的使用这样的一次难得的机遇。这叫一此人生法，能渡大苦海。这个两句话很经典啊，很重要啊。一此人生法，人生就是宝贵的人生，尤其是暇满人生。所谓暇满人生，就是有机会有能力修学佛法的这样的一个身份，这样的一个身份呢，它就像一艘船，可以帮助我们度过轮回的大海，能够帮助我们度过轮回的苦海。那我们已经登上这样的一艘船了，我们已经拥有这样的一艘船了，那我们就应该要很好的去使用它，要很好的使用它。所以人生能够得到享满的人生，这对我们每一个生命来说，这是一次非常难得的机会，就是从世间上的人来说，就是一次非常难得的机。那么我们应该要很好的利用这个机，那也就是我们需要精进的修行，通过精进的修行，通过精进的修行，才能够帮助我们度过大苦海。所谓大苦海，那就是轮回的生死苦海，轮回的生死苦海。就是吉天菩萨给了我们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忠告，非常重要的忠告。此法复难得，难复得，彼者无贪眠。此法复难得，此法就是这个人生啊，要得到不容易。这个佛经里面讲，得到人生呢，这个就像爪上的土那么多，失去人生呢，就像大地的土那么多。还佛经里面还有什么盲龟，这个钻木孔的鼻，这说明这个人生要得到啊，非常非常的不容易，非常不容易，尤其是暇满人生，尤其是暇满人生，也就是有机会有能力有时间修学佛法的这样的一个身份。所以说愚者无贪眠啊，就是愚蠢愚者，无明中的众生都是属于愚者，愚痴的众生，无明中的众生
无要贪眠。这个贪眠呢，简单的说，可以把它理解为睡眠，不要在那里睡觉，睡大觉。那这个如果比较广义的来说，眠就是我们众生啊，深陷在无明中的众生啊，每天都是这个昏昏沉沉的，就是不清醒。那为什么不清醒呢？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每天啊，都被这种五欲六尘所催眠，总是被这种五欲六尘所催眠，所以使得我们呢，就是每天都会陷入到一种对五欲六尘的这种贪着中，都陷入到这种无明的状态中，然后对五欲六尘充满着一种贪着。那么这种贪着呢，就会使得我们这个世间上的人，我们会不停的去随着自己的欲望去追逐这种五欲六尘，去追逐这种五欲六尘，整个内心都被这种对五欲六尘的这种需求和执着占领。我们会去追逐这种五欲六尘，以及呢，就是追逐这种五欲六尘的快乐、五欲之乐。我们会用五欲之乐来麻醉自己，这样呢，就会使得我们的生命啊，活得很不清净。我们贪着于这种五欲六尘，所以把我们的大量的宝贵的人生都消耗在对五欲六尘的这种追求和贪着里边。所以我们昨天也说到了，我们的生命大量的时间基本上都是在为我们内心的这些各种欲望、各种需求，为他们在服务。我们很少能够清醒的来这个认识，也就是我们能够保有一种正念，然后呢，能够合理的来使用我们的生命，合理的使用我们的时间，很少。所以这就是吉天菩萨劝告我们，就是我们的人生，这个小满的人生是这么的难得，是这么的有价值。所谓这么的有价值，它就是可以帮助我们实现人生的最高的价值，完成生命的这种觉醒，可以帮助我们度过生死轮回的苦海，可以帮助我们解除我们生命内在的迷惑和烦恼。就是这样的一个身份，它隐含着如此重大的价值意义。所以呢，吉天菩萨劝我们，这样的难得的身份，我们应该要很好的使用，不要放逸啊，不要放逸。什么叫放逸呢？所谓放逸，那就是放纵我们的串习、不良习性，纵容我们的不良习性，
因为我们纵容我们的不良习性，这就是我们昨天讲的，我们就会陷入到这种不良习性里边去的，掉进去的。所以惰性，惰性也就是掉到里边去的，掉到这种五欲六尘的这种追逐的这种不良串起里。所以我们就会 以这个五欲六尘为乐，五欲六尘为乐，然后就会使得我们每天浑浑噩噩的，看不到生命的这种真正的这个意义所在。所以吉天菩萨劝我们，就是要赶快精进，不要幻意，不要懈怠，不要幻意。那么接下来呢，就是第二点，讲的是关于要断贪着逼乐之懈怠。所谓逼乐的懈怠，这个逼乐就是我们贪着于世间的事业。所谓贪着世间的事业，那就是包含着就是对财富的追求啊，对权力的追求啊，对吃喝玩乐的追求啊，对财产名士税的追求啊，就是我们在追求的过程中，就会进入到这样的一种追求的串习，追求的串习，陷入到这种追求的这种串习中，使得我们不能够精进的修学佛法，不能够精进的修学佛法。我们会觉得没有时间，我们只看到世间的这些世间上的这些事业，钞票啊，财富啊，地位啊，我们只看到这些东西的价值，以为只有这些东西才是最有价值的。我们一般世间上的人都是这样子，比如追求权力的人，他会觉得权力就是最有价值的，追求财富的人，他就会觉得财富就是最有价值的，搞艺术的人，他会觉得艺术就是最有价值的，就是他们以为这些就是有价值，这些东西呢能够给我们带来，给我们人生带来幸福。但事实上这些东西它的价值有多大，它的价值有多大，它能真的能给我们带来幸福吗？我们经常面对很多这些企业界的人士，我们经常也会讲到这些问题，事业大，位高权重，就有价值吗？就能过得幸福吗？如果不会的话，为什么大家都会去追求？这些东西它所能够给我们带来的，大概就是它给我们带来三种感觉，那就是重要感、优越感和主宰意。它会让我们的自我得到满足，会显得很重要，会显得很优越。那我们中国人讲的要出人头地，要有面子，可能就是这么一个东西。那真正说有价值，价值是什么？其实只是一个短暂的风光，短暂的价值。至于幸福，其实很多时候是说不上的，身上的这些责任越重，越不容易幸福，烦恼越多，
烦恼多了怎么还能幸福呢？没有烦恼的人才会幸福，有烦恼的人怎么能幸福呢？所以呢，就是要把它看清楚，把它看透。所以吉天菩萨呢，接下来这个第十五个颂啊，他就会这个告诉我们什么才是能够真正的有价值，什么才是能够真正给我们带来快乐。弃舍圣法喜，无边安乐因，何故汝烦喜，散掉等苦因。弃舍圣法喜，无边欢乐因。佛法，佛法呢的修学，精进修学佛法，断恶修善，转迷为悟，转懒成净，这才是无边欢乐的因啊。这种无边欢乐呢，我们也可以把它分为是这个现前的利益和安乐，而究竟的利益和安乐，修习善法嘛，它能够成就这种现前的利益和安乐。那我们转懒成净，转迷为悟，这个可以帮助我们成就实现究竟的利益和安乐，觉醒的生命，成就这个觉醒的生命，事实上是可以帮助我们得到究竟的利益和安乐。那么这些呢，它是需要通过精进，要精进才能得得到。精进就是要精进的去止恶，精进的去修善，精进的去解除迷惑，精进的去这个就是开发我们生命的觉醒。那现在呢，如果我们不精进的话，那就意味着什么呢？那就意味着弃舍圣法喜，无边安乐因。我们放弃了这种法的修行给我们带来的这种无边安乐的因，法的实践事实上也就是成就无边欢乐的因。那我们现在不精进的修法，不精进修法，那也就意味着我们舍弃无边欢乐的因啊，有无边欢乐的因。何故汝烦喜，散掉很苦等苦因？那我们放弃精进，不精进也就是懈怠，懈怠呢就是懈怠，也就是我们遵从我们的这种贪嗔痴的串习，贪嗔痴所形成的串习，这种贪嗔痴所形成的串习，这个串习也就是包含着我们对这个五欲六尘的追逐。这五欲六尘的追逐呢，它虽然也能够给我们带来这种短暂的快乐，它会给我们带来一种短暂的满足，但我们在追求的过程中，我们的愿望实现了，我们是可以得到一种满足的。但这种满足事实上就是在事实上同时也在造下了这种痛苦的因，
这个痛苦的因，也就是散乱调集的痛苦的因，它使得我们会不断的再进一步的去追求散乱，就是会让我们不断的再进一步的去追求这种五欲六尘，然后使我们的心呢每天都会处在一种调举之中，摇摆不定。就是我们现在的人，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啊，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最大的特点就是浮躁。这种浮躁就是根源于我们对五欲六尘的追逐，使得我们的心，使得多数人的心都是处在一种浮躁的状态。浮躁就是散掉的典型的表现，就是散乱和调集的典型的表现。那这个散掉、浮躁也就是导致混乱，使我们的心在一种混乱之中，充满着不能自主，我们对世界有了过分的依赖。那么这种依赖呢，每一种依赖都意味着它会给我们带来无穷无尽的痛苦和烦恼。所以我们追求无欲之乐，事实上就是在给我们的生命制造更多的痛苦的因，造下更多痛苦的因。那么极天菩萨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为什么要放弃这种通过法的精进得到无边的欢乐，而去追求这种短暂的快乐，而同时也会给我们的生命造下无量无边的痛苦呢？其实这里面的快乐，其实一种是无苦之乐，一种是有苦之乐，而且这个苦比乐要大得多。那我们现在世间上的人追求的都是有苦之乐，有漏，这种有漏的快乐其实隐含着无边无际的痛苦。那无漏的快乐呢，那才是究竟的快乐。所以就是极天菩萨呢，就是他给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分析，让我们认识到我们确实应该要断除我们贪着这个世间的这个贪着对世间的这种五欲六尘的这种追求所造成的懈怠，而应该精进的修学佛法，去成就，去实现这种究竟的快乐。那么接下来就是第三个问题，就是断除畏善的懈怠。这个畏善，这个畏善也就是一种怯懦的心理。在这修行的道路上啊，我们除了就是有这样的一些，就是这个凡夫心，对五欲六尘的追逐所产生的这种造成的在这种修道上的障碍，使我们就是不能够这个精进的修学佛法。那么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呢，那就是怯懦的心理。怯懦的心理，这个怯懦，所谓怯懦呢，那就是没有信心，对自己能够走上生命的觉醒之道，能够成为像佛菩萨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圣人啊，就是没有信心。那么这个升起信心，
其实这是我们能够走上生命觉醒之道，能够实践菩萨道的一个非常关键所在。所以接下来呢，就是需要对治这种怯懦的心理。首先第一个就是要对治畏怯，就是畏惧怯懦的心理。我们看第16个颂：无怯疾之良，习定令自主，自他平等观，勤修自他患。就是不要害怕，今天菩萨告诉我们不要害怕，就是我们应该毫不畏惧的去积极的修习资粮，积极的去修习资粮。这个资粮呢，也就是包括两种资粮，福德之良和智慧之良，这叫福慧之良。我们修行呢，就是要修这个两种之良，六度里面也包含两种之良。就是当然最终成佛也是这两种之良的圆满成就。我们讲佛陀是福慧两足尊，福德和智慧都达到圆满了，那就成为圆满的佛陀。那一开始修行呢，我们也是立足于这样的两个项目的修行，一个是关于就是福德的修行，一个是关于智慧的修行。像六度里面比如布施，这个他就是比较倾向于福德，像般若禅定般若就是比较偏向于智慧。那这个就是说要这个努力的去积极这个两种资粮，要休息六度，努力的来积极资粮，习定令自主，休息定修定，才能让我们的生命啊，这个自主，这个定。所谓这个定呢，事实上就是帮助我们这个安住在这种正念上，止在这个正念上。我们通过观察修、安住修，还是通过这个观照修啊、观想啊，通过各种这个禅修的方式，以此来培养我们的正念，培养我们的正念。然后呢，安住在这个正念上。当我们安住在这个正念上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啊才能够自主啊，自主。凡夫的生命呢，事实上都是充满着不能自主，因为无明，因为烦恼，无明和烦恼的力量，它在左右着我们的行为，左右着我们生命的发展。所以一般人的生命事实上都是一个充满着不能自主的生命，充满着不能自主的生命。那这个禅修事实上就是帮助我们从培养正念到安住正念。当我们安住在正念上，安住在正定上，我们就能自主，我们就不会被这些妄念，被这些烦恼的串习所左右。所以这个在这个菩萨道的修行的过程中啊，这种自主的这种能力的佛德，
正念的力量的培养，这是非常的关键。所以这个两句话它所蕴含的这个内容啊，事实上呢，在这个菩萨道的修行中都是非常的重要。我们有了福德资粮，有了智慧资粮，我们对这个菩萨道的修行我们就会有信心，就会有信心。我们有了这个通过习定，我们有了正念，有了正念，有了正念就意味着什么呢？那就意味着我们是有能力的，有能力，不仅有信心，就有能力。有信心，有能力，那我们对这个菩萨道的修行也就不会怯懦了，也就一点都不会怯懦了。当我们没有信心，没有条件，不仅是有信心的，还有条件的。有信心，有条件，有福德智慧资粮嘛，也就是有信心有条件。那有正念呢，那就有能力。这样呢，我们就不会呀，对这个菩萨道来修行啊，我们就不会升起这种怯懦之心啊，怯懦之心。然后接下来，自他平等观，勤修自他法，要求自他平等，自他平等。这个自他平等的修行呢，事实上也就是帮助我们这个培养利他之心啊，培养利益众生的心，培养无限的慈悲心。因为这个平等心事实上是慈悲心升起的基础，如果没有平等心，我们升起的慈悲呀，它也可能还是有好恶的成分，有好恶的成分，那就是有我执，它还没有离开我执。所以一个人只有真正无我的，才能真正升起平等，真正升起平等。就是我们前几天这个也跟一个这个研究哲学的一个人在讨论关于这个慈悲的问题，慈悲平等的问题。就是他们讲到这个西方哲学讲这个平等，讲慈悲，讲这个爱，不是讲慈悲，讲爱，它是建立在自我的基础上。那佛法呢，是讲无我。佛法根据无我来讲这个平等，讲这个慈悲。那么，如果根据西方哲学的思路来说，因为有我，就是这个立足于自我的基础上，就是我才能够更好的去关爱别人。你关爱自己，你需要自己，我们需要得到别人的关爱，别人也需要得到我们的关爱，推己及人。那就是这个关爱是理所当然的，我们需要要求平等，所以我们想到的大家也需要是平等的。我们需要别人尊重，同样这个别人也需要我们尊重。那么从这个自我的角度来建立，那西方的社会确实它是立足于这种自我的基础上来建立这种平等、关爱、爱，
但事实上，如果从佛教的角度来说，只要有我，我执，事实上就不可能真正的无限的慈悲和真正的平等。因为自我它就会充满着一种好恶之心，因为自我呢，每一个自我它都会这个，它都有这种，它会重视这种自我的重要感和优越感，所以它要做到真正的平等，就是不太可能的，是不太容易做到的。真正做 要做到这个平等和慈悲啊，事实上应该是无我，你无我，无我才能够真正做到平等，无我才能够真正做到无限的慈悲。但是这个无我的这个道理呢，太高深，一般人是理解不了的。这个境界比较高。但作为我们学佛的人来说，我们领会了佛法的道理之后，我们对这个无我跟平等和慈悲的关系自然会比较清楚。所以需要通过修习这个自他平等观啊，来勤修自他幻。你要建立平等，这个通过这个思维自他的平等，然后同时呢修习自他相换。所谓自他相换呢，就是用自己的快乐，这个就是把对自己的关爱改变成对他人的关爱，把对他人的冷漠改变成对自己的冷漠，它是一个自他相换。那么自他相换呢，它是一种破除我执，升起这个无限慈悲的一种非常非常好的方式，非常好的。那么这个要就是我们要对治怯懦，我们要积极的来修，要修行，精进的修行。那首先要毫无畏惧的去积极资粮，禅修，修平等观。然后接下来呢，有两个偈颂，十七颂和十八颂，就是引用如来的佛陀的原教来帮助我们建立信心。不应自退却，为我不能觉，如来实已者，说此真实言。所有文盲风如是诸从机区，若发精进力，贤正无善觉。不应该自退却，我们没有理由，我们不应该自退却。认为为我不能觉，认为我不能成佛啊，我是这个业障啊，深重的凡夫啊。我们呢，当然一方面我们可能很多人啊，我们会深陷在这种无明和烦恼中。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在这个学佛法的过程中啊，我们所接触到，有的时候我们接触到了一些见地，这个见地的特点是什么呢？它会不断的告诉你，你是业障深重，这个就是你的这个，你根本就没有能力，就是你要想自己要求解脱啊，你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你的业障深重。就是我们不断在接受这样的一种思想，那么这样的一种思想接触多了，我们就会觉得自己啊实在是不行，确实不行。但是在佛法里面也有一些教法，
他不断的会去告诉你，你的生命内在的这种光明面，他不断的告诉你啊，你具有活性，你具有觉悟的潜质，无明烦恼的这些东西是没有根的，其实呢，它根本就没有力量。你只要把你的这种觉悟的潜质一开发出来，你就很快就可以让那些这些烦恼啊，就能够烟消云散了。所以这个呢，它是代表着不同的见地，不同的见地。那我们一个人啊，我们接受了一种什么样的见地呀？这个非常重要，非常重要。那我们现在呢，针对着我们这样的一种没有信心、没有信心的现象，那么吉天菩萨呢，他就需要给我们一个鼓励，要给我们一个鼓励。这个鼓励呢，就是引用佛陀的经教，说如来实语者，说此真实言。我们知道如来是《金刚经》里面讲，如来是真语者、实语者，这个不狂语者、不异语者。那么这里边呢，这里讲如来实语者，说此真实言啊，在这里就是这个经文的引用。作为我们佛教徒来说，我们就是要介绍一个理论啊。通常呢，就是要通过校正和理证。校正就是这个教，就是这个经教佛陀的说法；理证就是通过这个逻辑的推理，理论上的成立。那么这里引的校正是什么呢？妙必请问经，这个妙必请问经里边说的，所有文盲风如是诸穷奇，就是所有的众生，所有其实就是包括所有的众生，一切众生。那么在这个一切众生里边，哪怕是非常微小的众生，包括像蚊子啊，这个盲啊，文盲啊，就是这些小虫，还有蜜蜂啊，以及各种各样的这种虫蛆昆虫，所有一切会动的，就是这些生命。那么所有的这些生命呢，若发精进力，贤正无善觉，就是他们都是能够成佛的，都能成佛，都有佛。首先前提是一切众生都有佛性，都有成佛。其实这个引用最主要是要说明这个，说明要说明这样的两个道理，一个是都有佛性，第二都能成佛。那是不是说这个蚊子啊，这个苍蝇啊，它就可以修行，就直接修成佛了？那是不可以的，就是这个蚊子啊、苍蝇啊，没有能力，没有能力来修。但是呢，他们就有活性，在这个轮回的过程中轮着轮着，说不定哪一天他又做了人了。他现在虽然当蚊子，不等于说他没有善根，他曾经也可能也是学过、听闻过佛法，但是因为没有很好的修行，可能就或者是因为某种业力就不断的堕落下去了。但是呢，一方面他有佛性啊，还有一方面，这个佛性只要有佛性，他就有成佛的希望，他就有成佛的希望。那也有可能呢，他在佛法中也有可能种过善根，那这个善根有一天就会使他这个能够接触佛法修行。所以一切众生啊，就是他都有佛性，那有一天他只要精进的修行，他也都是能成佛的，都是能成佛的。所以这样的一个校正，
他可以给予我们极大的信心，极大的信心。那接下来我们看这个第二个部分，叫发奋努力，发奋努力。就是一方面呢，我们要就是要消除我们的这种怯懦的这种情绪。那怯懦了这个情绪之后呢，就是我们要发奋努力。那这个发奋努力的这一部分里边啊，这个吉天菩萨呢，还是通过各种途径来对治我们的怯懦心理，对治我们的怯懦心理。那么这里的对治呢，也主要包含这几个方面，一共有四个方面。我们通过这个四个方面的思考啊，那么我们就会对这个成佛的修行啊，就会变得很有信心，会很有信心。那么第一就是思精进能成佛，要思维，我们只要通过精进，哎，它是可以成佛的。我们看第十九个颂，况我身为人，明辨利与害，行持若不会，何故不正觉？况我身为人，就是何况我生而为人，我们得到享满人生。那作为这个人啊，他是具备有非常好的这个就是修行的条件。这个修行的条件呢，就是因为他能够明辨利与害，就人是有理性，这个理性是非常重要的。理性呢，它能够让我们明辨是非，明辨利和害。就是我们的这个生命，每一个生命它都是活在它的这个，它都是活在一个自我所建立的这样的一个认知的模式里。我们的认识的模式啊，就决定了我们的认识的世界，同时也决定了我们的命运。我们的认识模式就决定了我们对世界的看法，就决定了我们会看到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以及呢我们的命运，我们将会这个就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命运。但是作为人来说，就是我们会学习，我们会不断的去接受各种文化，我们会去接受这种包括各种哲学啊，尤其呢当我们有机会这个接受佛法，那接受佛法，那我们就有能力来改造自己的认识模式，我们就能够活得对世界的一种正确的认识，我们可能够明了，这个真啊、妄啊、懒啊、净啊、善啊、恶啊，那这就是因为我们有机会听闻佛法。如果我们没有机会学习佛法呢，我们就很难有这样的一种能力。那我们现在有机会听闻佛法，我们能够明辨真妄利害得失是非，那么这样呢，我们就有能力对自己的生命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对生命的发展做出正确的选择。那么这种正确的选择，事实上它能够使我们改变自己的命运，
能够帮助我们止恶心善，转迷成为悟，转染成净，就是这样的一个选择，能够帮助我们完成这么一个生命的改变。所以这个见地是非常的重要，见地，见地就是你的认识决定了你的生命的极限，我们的认识决定了我们生命的极限。但是如果我们的认识突破了极限，我们的生命也将会逐步的突破这种局限。所以佛陀他给予我们最重要的财富，事实上就是这种见地智慧，这种见地。所以这种见地，正确的见地是帮助我们认识空性，帮助我们开启智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所在。那有了见地之后，当然还需要有正确的方法，正确的方法。有了正确的方法呢，行持若不会，何故不正觉？就是你的见地正确，方法正确，然后再努力实践，何故不正觉？有怎么可能不正觉呢？一定是能成佛的。吉天菩萨啊，就是他告诉我们，就是我们拥有如此的这个优越的条件，我们已经具备了如此优越的条件，我们只要努力，我们一定能够成功。休息一下。